逃离都会的喧嚣，随着蜿蜒在山谷里的路径，将纷扰的都会抛在后头。眼前尽是一片山林浓绿，以及流荡其间的一泓碧波。这里是中央山脉西麓，泰雅族世代居住之地，汇聚着大自然及人文风情的山谷、古关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抛开一切，用心去感受，深深体验古关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以及泰雅族的传统文化。来，我们一起去古关吧。